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锋芒科技，我是小易。洪水一直是天灾中比较严重的一种灾害，它一出现基本上都会伴随着有比较重大的人员伤亡，对于环境的破坏也是有很大的威力。对于一些不那么凶猛程度比较轻的小型涨水，我们通常都会在家门口或者各个路口放置一些隔挡物，以此来抵掉一部分它可以造成的事故，但是对于来势凶猛简直无法抵挡的特大洪水灾害来说，这些普通的抵挡物肯定是不会再产生比较大的作用。一款自身式的挡水闸高科技就此诞生了，它以水力为动力来驱动，遇到洪水便会自动升起。一起来了解一下吧。这种自身式的挡水闸真的是完全依靠水力进行驱动，主要是由蓄水压力以及闸门构成，并且闸门还是隐藏式的，只要有相关的工作人员知道它的准确位置，避免了其他人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或是故意的情况下对闸门进行不当的操作。蓄水压力池一般会建在河边或者是门口，当有超大的水量的洪水来临时，河水首先会灌入这个蓄水池内，而当洪水达到一定量时，池中压力会达到一定的标准，这时灌入的水就会被迫压入隐藏在压力池后面的闸门系统中，紧接着这个系统中的水就会同时产生浮力，进而隐藏在地面的挡水闸顶出地面，随着进入的水越来越多，水位也会随之而上，挡水闸的位置也会逐渐升高。当它达到一定的位置时，顶部本线位机构就会将挡水闸卡死，外部的洪水也会给挡水闸压力，内外压力结合在一起，它就会被牢牢地固定住，成为一道挡住洪水的屏障。同时当洪水退去，里面的系统也会依旧相同的原理将挡水闸慢慢地恢复原状，重新隐藏回地面。这样的原理其实看起来也不是特别的难理解，可就是这个小小的原理一步步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非常巨大的作用。这样简单的原理设计却有着大大的用途，解决的困扰我们多年的一大难题，减少了我们的损失，也拯救了很多人民。你觉得这个挡水闸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吗？好了，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